生日快乐，祝你快乐万万年，祝你快乐万万年。大家平安，我是英歌长老教会的洪永恩牧师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赞美超二十岁了。诗篇八十七篇第七节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因着上帝奇妙的计划、荣耀的拣选和呼召，拣选了吴美云老师，他结合了音乐、诗歌、体操以及上帝的话，做了最美好的结合。二十年来，赞美操经文诗歌的旋律飘扬在许多清晨公园的角落，许多身穿着蓝、绿、粉红翩翩起舞的身影，也在许多的社区当中挥舞着。有的人因为赞美操而听见了福音，有的人因着赞美操而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也有人因为赞美操心灵得着了健壮。谢谢上帝透过赞美操事工为我们带来祝福。展望未来，盼望赞美操这美好的事工能够持续在台湾、世界每个角落继续为主发光。祝福赞美操事工，生日快乐！